两出局一再垒，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接球之后的传往二垒，完成了一个封杀。我让投手在这一局还是没有用球速均衡回来，然后还是维持疲累的感觉，是啊，并且还创造了机会，因为毕竟进攻到中心棒次哦，后面这个都有长打。轮到第四棒的王念豪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左外手追了过去，这个球跳起来，哇，灌了，哇，好棒，好洋哥，李子哥两分炮，哇，这个打出去这么高，我们就是一直在看会不会过了。柯敬贤缠斗获得保送之王念豪，结果敲出了全垒打。哇，再看一下这个球被他给掌握住了。哇，这次这个王念豪哦，热身赛完正赛一如他热身赛结束说的说到做到哦。哇，说长打要出来哦，从有二垒安打开始哦，现在开轰了。哇，这个卫权要小心这名选手了吧。这个球出棒，投手没有拦到，传、哦、传出去，是连着打线跑者，可以，只要冲本垒，这个球做回传之后，在本垒攻防 save， 球还落到后面去，现在跑者来到二三垒 save， 再攻下一分，又是王念豪，哇，这个被这支安打是被立群哥说中了，有安打就好，真的来了，是，邦邦赚烂了，哎，看一下中间方向，投手没有拦到。那这个回传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许廷伦他是第一棒的、本来速度就很快、对啊，中华队的队长，台湾队长这个时候呢又再次挺身而出、这一球出棒打成了在三游，直接三游手扑下去拦起来，传一雷 nice play， 哇，王念豪，哇，一个弹跳，连一雷手李勋杰也有接到，对，哇，中华队很嗨的、结束了这场比赛。哇，这个球扑下去之后拦到了，然后刺杀了打击的 trigger。那这场比赛中华队的表现，台湾小朋友表现实在太棒了。那么以3-0完封了美国队，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 play， 球迷先谈一下。这个王念豪今天哦，本来前面大家就在讲有很好的守备了哦。今天有开轰三打点完最后这个 play 哦，很关键。其实美国打者这个打得不错，虽然棒头有被孙一磊的球速给压制住，但直接把他扑下来，没有让他穿出去哦，拿到关键的一个出局数哦。是，哇，这场比赛中华队的表现呢，真的是没话说。那王念豪今天攻守俱佳哈，三垒扑了一个，然后今天三个打点都是他打回来的，包括第三局的两分打点全垒打。那么先发投手张俊伟呢，6.1局的好投，那么再加上这个后援孙一磊上来呢，也抓到了两个出局数。那最后中华队呢，就在这场非常重要 Super Run 跟美国队的比赛当中，以3-0，那么击败了美国队。那么这个中华队呢，在赢球之后呢，目前呢，从预赛连接到 Super Run 的比赛当中哦，现在是3-0，那么是抢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。那么一垒手是来自于墨西哥籍的裁判呢，最后判定是 out， 那么出局。好，那中华队呢，最后呢，就是以3-0，那么击败了上届获得冠军的美国队。好，那目前呢，在 Super Run 累计呢是3-0，那美国呢则是1-2。我们休息一下。不过突然之间美国队上来抗议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呢，是不是他们有发现到说这个球棒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2023年世界杯 U18 棒球赛就在公视家，拜托拜托，记得要订阅公视体育的 YT 哦，还要按赞